作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中年女人，一定要坚信自己是最美，不管别人怎么说你，都不能伤害你。他们伤害我，他们说我虎背熊腰。看一下，我今天穿了一件就是很能显示自己虎背熊腰的衣服。哦，你这里确实看过，就是你再厚一点。嗯，鸡腿比较头转一下，这个鸡腿好像比较僵硬，这里摸过去比较硬。这个是不是跟我的工作习惯有关？因为我今天这个是有关系的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包括你这个运动啊，各方面锻炼的时候，只要这东西发达，就会比较发达。就是你这东西，对，我以前打过篮球，跨过来，就腿也是很发达，所以我真的就是一个虎背熊腰。你这个东西可以通过那个骆驼素啊，可以把注射，可以它韧，它可以放松，然后你这个线条就很流畅。所以这个就叫斜方肌太发达。对对，这个部位就是斜方肌。哦，斜方肌。所以平时爱运动的人可能就是。只要是增加那个斜方肌的它的那个负担，它都会的肌肉发达。嗯，所以骆驼的原理就是通过它放松，然后它让它肌肉慢慢的变小。哎，其实这个瘦脸针的原理是差不多的。是的，东西也是同一个东西。对对，是的。嗯，然后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功能范围很大，有的人啊，其实是坐办公室啊，脖子很酸啊什么的，你通过这个东西骆驼素打了，它也是放松肌肉。放松肌肉，你可以颈部筋管也是起到一个保健作用。嗯，其实都是挺好的。嗯。那那个斜方肌的话，比方说我注射的话，是每个人的剂量是一样的，还是每个人的这个发达程度？根据每个人的情况，哦，一般都是100个单位到200个单位左右。嗯，100个单位是一支。那这个打完这个针之后，会不会有一些人体的一些反应？是不是有一些身体的人是不能打？对，他打的东西任何东西，他都有他的适应症跟禁忌症。嗯，适应症就是你这个比较发达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打的，但是它量肯定是有一定的那个范围。嗯，如果1到2支到几支多是很安全。如果它的中毒剂量是2000个单位以上，就是等于它超过20支，那就会那个就会中毒了。那谁会打20支？那就浑身大家都全部都是肌肉，最后就打20支。那是这样的，药所以要用药用正规嘛，因为我们国内有2种，一种是进口的保毒士，还有是国内的一个罕利，因为这个是都是我们国家有证，除此之外都是没有证的。没有证的东西，它就是说。用量不好控制，对，它的有的瓶子虽然写的是100个单位，嗯，但有可能它你去检测它的数值，可能就是2000个单位，所以有的人打进去它就会中毒，四肢没有力气，讲话都讲不出来，甚至还有的方昏迷，昏迷啊，对，所以呢，还是要跟大家讲，就你要打瘦肩针或者瘦腿针，甚至瘦脸针，一定要去正规的地方。虽然说你打可能小小一支，它看起来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，但是它的量是超标的话呢，就有可能会发生。就是意外啊！哎，林医生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我打完之后多长时间能够见效？像瘦脸针跟瘦肩针，一般的发挥见效的时间都是2个星期。2个星期。嗯，如果是除皱，就是鱼尾纹什么东西，其他的，但3天之后就会见效。哦，就是见效还是非常快的一个东西。是的，因为它这个比较大，嗯，肌肉比较大，跟氧气量比较大，它需要一段时间去放松缓解，是慢慢。静下时间看两个月，我的虎背熊腰2天之后才能渐渐起来一点。那它这个打完之后能维持多长时间？这个它是这个循序渐进的，它一般它是慢慢的发挥作用，不是立刻的。所以它的药保质时间是8个月到1年左右。哦。然后到了6个月、8个月就开始补一点点，会维持这个。所以有补的时候可能不需要第一次要打那么多，可能稍微补一点就可以。对对对。所以第一次承受的痛苦和付出的钱是最多的。就我听着啊，还有疑问，就是就比如说你们说过了8个月之后，嗯，那我的肩膀就是原来比如说可能已经渐渐塌下去了，那8个月之后它就会慢慢又长回来了。它是保持8个月以后啊，它慢慢的就是控制它，就不让它长大，不让它那个。哦，你长大了就摁下去，长大了摁下去。它其实是这样，就让它。就是保持嘛，它的药物就发挥的时间就是可以一针打进去，它在它里面维持可以8到12个月。哎，那会不会我打了好几年之后，我这个身体对这个药物免疫了，再打以后也没用了？这个是有是的，有是，但是不多是吧？对，不多。希望我不是那个人。我们这个东西所说的就是抗药性。嗯，我们是打的是 A 型骆驼素 ，A 型这类药是效果是最好的。结果上来就是最猛的猛药 ，A 型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现在就要去打我的瘦肩针了，而且我是不敷麻药的，有点怕。姑娘，你真的不用敷像麻药吗？不用。真的吗？不用。还是我是个坚强的女人。这又有一个知识干货了，就是当你要打瘦肩针的时候，请穿我这样的衣服，一拉就可以直接打开，不用换衣服。其实还好，对，看着。有一点紧张。嗯。已经扎了吗？对。
那一点啊，其实不是特别痛，还好。天哪，压力小过来，压力小过。好美，尽情的释放着自我。专业的。让我打针最怕的就是在等待它扎进来的一瞬间，好吓人！那一针扎进来就疼。对。扎进去。而且扎进去的过程也不是很多次。我觉得女生比男生容易疼，扛痛啊！哎，我后面是因为女生多，所以我现在的感觉自己对，是没有真的不痛。听这个痛，大概就相当于拔了三根头发同时。啊。那么轻，这个是，这个针很细。就我今天打的是保妥式。对对，啊，是的，一百一单位。痛吗？不是，紧张。嗯，就可是这个肩膀了，那边肩膀。是不是打了一个肩膀？打一个是指甲。还打呢。你打了多少钱呢？他说，保妥适跟就国产跟进口都不一样，有两个价格，都大概报一下，对吧？嗯。那效果上面会有差别吗？效果的话，保妥适会更加的精准一些，更精准。但是其实很多女孩子她打瘦肩针，她更喜欢用恒力，因为恒力的弥散度高。弥散度是什么？弥散度，比如说我打的是一个点，但是它会弥散开到一个圈。哦。所以有些人打脸的时候用恒力的时候，它会。它其实说实在的，两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那个重点不重点，过敏不过敏的问题。因为国外的它的提取的纯度，它反正药都是一样，都是 A 型豆毒素嘛。国外的东西它的工艺提取好一点，它就是不容易过敏。然后国内这个东西嘛，它就是说稍微杂质多一点。价格会有区别，价格上的区别这个东西就大了，因为这一点的工艺就相差很大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它就是说肉毒素，还有就是它的弥散度精准度。其实像打这个瘦肩针，其实这些都是无所谓的，弥散度宽一点就宽一点，把整块肌肉弥散掉，那是更好。对，那是发挥效果更好，对咬肌。但是它这个精准度主要用于堵住啊，还有其很我说的很精准的，就比如你说打那个血丝啊什么东西啊，很定位很精准的，那不行的。哦。因为肌肉之间你必须要很精准，它的弥散度是0.05嘛。它这个打完之后会肿吗？就这样啊。就是啊，那你买的假肩膀就白费了，白费了十多块钱。是的，不是那小腿粗那些是不是也是可以的？打这种，原来可是练空手道的女人，你真的练跨栏的，我还在市里得奖，真的跨栏运动健身，全男性的，就是这种长时间的体育锻炼啊，就是你每天都在那儿拼命的练肌肉，它就会。让你某一些神经就会变得特别发达，包括某一些肌肉会变得特别发达，但是我不愿意就是什么阻断啊干嘛的，我觉得没必要。没必要，有没有到靠它吃饭的程度是吧？不是，我觉得就残缺美，我不想要，我宁可就是完整丑。就像那个好多人跟我讲说，伯母你脸很大，你应该去削。我十几年前我想过去削骨的，但是我很庆幸我妈当时把我拦住了。我妈说，哎呀，你削骨啊，削完了之后啊，你以后死了以后火化你就不是。然后你赢了，我不去。阿姨出道。你知道吗？就我年轻的那个时候，非常非常流行去上海去那个夹脂店，脸上两块肥墩墩的那个。对。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你年纪老了以后一定被反噬，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来让你显得年轻的，你先把它弄掉了之后那点东西都有用，有用呀。其实现在这个手术已经摒弃不做了，因为这个还有人在做的耶。那我们也做啊，就是说很大很大的就是很大很大的事情，现在就是有的女孩子稍微脸大一点她就想做了，其实没必要，她做的会俘虏脸，你知道什么叫俘虏脸吗？什么脸？就是俘虏嘛，就是那个俘虏、就是那个就两头大脸当中这么凹进去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她夹子脸嘛，她可以。那为什么叫俘虏？就是跟那个横形象嘛。就是俘虏袜子。葫芦林医生之后在你的那个评论底下肯定会有版本，下次跟杨贵老师学，管林医生叫葫芦医生，葫芦娃医生。妈呀，笑死林医生。那我这个术后有什么样的一些禁忌呢？什么饮食啊，包括什么这个打好后嘛，你这两天可能抬手啊，可能运动啊，可能就比较酸啊，比较那个没有平时那个可能就那个然后术后的话注意的话，辛辣海鲜啊这个东西要不能吃，
清洗两分钟。两分钟。针孔嘛，最最近不要碰到水，保持干燥。然后还运动也不能，是不是？不要出汗，是吧？对。多长时间不能运动？两三天左右。嗯、就等它那个针孔什么的。嗯、你现在开始，然后就稍微洗。其实这个没关系。因为我是觉得打完瘦身针，有些时候这个地方你们如果真的做举重健身，是我没有力气。这几天就是不用抱小孩。对，我就跟我妈讲，我不行，我无力，好无力哦。好了，我现在一打完这个瘦肩针了，整个过程大概15-20分钟吧。我觉得在痛方面真的觉得还好，大概同时拔你三根头发那种痛吧。然后呢，医生跟我讲说，我这个瘦肩针大概2周之后就会起效，大家可以先记住我肩膀现在的形状啊。2周之后我们再穿同一件衣服再来拍。2周之后啦，看一下我的瘦肩针到底有没有效果呢？我不是答应大家吗？要穿同一件衣服。那件衣服我丢了，所以就穿了一件差不多的衣服，但是一样可以看得出来啊。所以富婆是衣服可以任意丢的是吗？不是富婆，是衣服可以任意丢的。是不是没脑子的人永远记不住自己衣服在哪儿，好像真的是不见了。所以我又买了一件，还没有到，先拿这件来冲一下吧。那你把它退掉啊，不要浪费钱啊，算你有钱。好了，重点就是这个肩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2周下去了，就是还是有一点点感觉，我自己肉眼判断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就是肩有变好。我来说一说，就是扎完这个瘦肩针之后的感受。扎完的第二天呢，就是我女儿的生日，然后我们当时就举办了一个派对，派对里面请了摄影师，所以摄影师就一直要求我抱着我两个女儿来拍照。小女儿呢才10来斤20来斤，也还可以抱，但大女儿50-60斤，抱完以后我就感觉整个人湿了，就双手无力，就根本就抱不动孩子。然后我真的是只能坚持一秒，拍照的时候1、2、3。快滚，根本抱不动。所以就是如果你要从事一些体力活，你每天都要抱孩子的话呢，不要去打啊。你打完头几天真的是会有一点点肌无力的感觉，然后2周之后呢，这个效果就呈现了。我自认为我是有一点点效果，但是没有很强烈的效果，因为我这个两边呢肥肉大于肌肉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肩膀上肌肉很多的人，这个斜方肌非常发达，你是可以去扎这个针的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就是肌肉一点点啊，然后呢这个肥肉很多，那么它可以帮你改善一点点，那不可能让你就瞬间那种直角肌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好了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喽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